我是杨妹，又和大家见面啦。今天杨妹要来宣布传说对决7月24号传说日四月音乐季音乐太强福利最狂活动已经开跑啦。那么今天杨妹要来做什么呢？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传说日一个特别的活动，但是只有我一个人来介绍好像有点无聊耶，所以杨妹今天特别邀请到一个超级漂亮又超会打传说的特别来宾哦，我们欢迎真田。嗨大家好，我是真田。嗨真田你好，你知道我们今天要来做什么吗？我们传说对决应该就是要五对五吧。不是五对五哦，今天我们是要来介绍一个音乐相关的活动。音乐相关那一定是猜歌游戏。不是，杨妹就不跟你玩猜猜乐了，直接来介绍传说日限定活动Go跑酷。这个活动考验你对音乐的节奏感好不好，分别为右手的低音轨和左手的高音轨，只要跟着节拍音符到光圈时按下对应的节拍就能累积 combo。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长音符需要长按游戏荧幕，上下音符则是需要同时按下荧幕两侧，这样就可以完成闯关咯。哇，好像很好玩耶，我可以玩玩看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不过单纯只玩游戏的话好像有点无聊耶，不如我们来比个赛吧，分数最低的来唱一首歌，也当作挑战者们的粉丝福利吧。哈哈哈，那有什么问题，我节奏可是最厉害的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选一首 Ride Out 之前 Wave 女团的歌。 Go Go， 这个什么？我们一直按不到。Take a shine， 这个太难了吧！按不到。完蛋了。我输了，杨妹你先不要跟我讲话了。嘿嘿，看来还是本杨妹我的节奏感略胜一筹呢。杨妹你是不是昨天练习整晚？杨妹才没有偷练习呢，杨妹的节奏感超强。那么我们直接进入到粉丝的福利时间吧。好吧。这时代都需要同伴，没有人该置身事外。这时代有你我信赖，这时代 we running all the time。 哇，好好听哦。真田刚刚唱的这首歌是什么歌啊？这首厉害的歌曲呢，是这一次传说日的主题曲，由吴卓源 Julia 所演唱的《存在》。那各位如果想听完整版的话，7月21号在Go跑酷这个活动内限时开放挑战。这次呢，除了传说日的限定主题曲之外，还有非常多的好康要等各位来领取啊！还有，7月24号传说日呢，只要登入游戏输入关键字，或者是完成对战胜利呢，就有机会可以抽我们的未来新英雄以及新造型，千万不要错过！最后记得订阅我真田粉丝页，还有 Garena 传说对决的官方网站以及 YouTube，
小铃铛开起来哦。记得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